周深一个名字背后承载着无数音乐梦想和执着追求的歌手，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大众的喜爱。在短短几年内，他迅速崛起，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星星。那么周深究竟为何能够深受大家喜欢呢？一天赋异禀的嗓音，周深的嗓音被誉为天籁之音，其音域宽广，音色纯净，能够轻松驾驭多种风格的音乐。他的高音清亮透彻，如同山间泉水般纯净，低音则低沉醇厚，仿佛大提琴般深情。这种独特的嗓音条件使得他在演唱时能够自如地切换音色，为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。二，深情的演绎能力。除了嗓音条件出众外，周深在演绎歌曲时也非常用心。他擅长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，将歌曲中的情感传递给听众。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悲伤的歌词，他都能够准确地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核，用自己的方式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种深情的演绎能力使得他的歌声充满了感染力，让听众在聆听时能够产生共鸣。三，多元化的音乐风格。周深在音乐风格上也非常多元化，能够驾驭流行、民谣、摇滚等多种类型的歌曲。他不仅能够演唱动感的流行歌曲，还能够演绎温馨的民谣和激情的摇滚。这种多元化的音乐风格使得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新鲜感，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听众。四，坚持不懈的努力。周深在音乐道路上的成功离不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。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，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学习，逐渐磨练出了出色的音乐才华。在成名后，他依然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追求，不断挑战自我，突破自我。这种精神使得他在音乐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也赢得了大众的敬佩和喜爱。五，谦逊低调的品格。尽管周深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他依然保持着谦逊低调的品格。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和成就，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创作中。在与他人合作时，他也总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人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。这种谦逊低调的品格使得他在娱乐圈中备受好评，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支持者。综上，周深之所以深受大家喜欢，不仅是因为他拥有天赋异禀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能力，还因为他具备多元化的音乐风格、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谦逊低调的品格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音乐魅力，使得他在华语乐坛中独树一帜，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歌手。相信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，周深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深情的演绎。